侠鲍勃来了。哎，他怎么大晚上的来我们家？不知道啊，你问问他呗。你们两个在嘀咕啥呢？赶紧开门啊，快点！你怎么这么急的让我们开门？你到底是不是鲍勃？当然是啦，你看我身后那个是谁啊？不会吧，那不是弗雷迪吗？完蛋了，大傻，弗雷迪都被鲍勃给吸引过来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们要赶紧开门了，鲍勃进来，你赶紧进来，赶紧进来，快快快！哎呀，真倒霉啊，我被他追了一路啊，实在没办法的才想到来你家的。我们更倒霉啊，刚刚还在玩午夜后宫的游戏呢，他就来了。他们家还是拿木板的把这里所有的门给钉上吧。好的，我们这里呢全部都是玻璃啊，很容易被他一撞到就碎了，所以呢必须要全部封住啊，这样封住呢不知道可不可以。应该可以啦，我们所有的玻璃呢都要封一下，我现在到后门去封啊。你们两个动作要快点的，今天呢不单单只有弗雷迪啊，还有邦尼跟卡莉啊，总共有三只怪物熊。你不会吧，搞什么东西啊，把三只怪物熊全部吸引过来了，完蛋了，他们肯定过来拆我的家，我这栋豪宅呢即将被他们给拆毁了。谁叫你们比较厉害的对付这只怪物熊啊，不来找你们找谁呢？你说的也是有道理啦，超理家，干脆我们率先对他发起攻击吧，免得他呢一会过来攻击我们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直接开打吧。哎呦，这家伙这么耐打的吗？哎，我们直接给他打出一个缺口，他会从那个缺口过来啊。大傻，你说会不会啊？哎，你人呢？我在这里啊，看来不行啊，我们这样打也没用了，超理家，我们直接正面对他发起攻击。不会吧，你这么幽默的吗？你等等我，我跟你一起去啊。超理家，哎，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就直接正面怼着他攻击啊，别犹豫了。好的，难道你今天这么勇敢啊，正面怼着他攻击是不是？我来了我来了，我打。哎，大傻，你人呢？超理侠，不能怪我啊，我刚才没叫你离他那么近的，只是叫你怼着他脸打。那你也不能跑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在后面，气死我了，你也别想进来了。哎呀，你别这么样嘛，把我一个人丢在外面很危险的，我错了我错了。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想一个办法。哎，超理侠，赶紧的赶紧的，那边把门封住啊。你行你上啊，我现在可是不上了，太危险了。你干嘛还在生气了？别生气了，超理侠，我们忘了一件事啊，鲍勃还在楼下呢。对哦，完了，把他给忘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不过我觉得他应该有办法吧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鲍勃应该是有办法对付的。哎呀，怎么听到一声惨叫了？鲍勃应该没事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看样子好像不太好啊。我不知道这边下面看得到吗？哎，看不到看不到啊！大傻，不然你下去看一下。我才不啊！超理侠，外面是冒烟的吗？怎么感觉不对劲的？啊，鲍勃，敢不敢在下面跟他们搭讪吧？快灭火吧！这栋楼找我了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可恶了！鲍勃在楼下到底做了什么？耶，这是哪里来的声音？不对劲哟！这不是奇卡吗？超理侠，怎么又多了一只怪物熊啊？完犊子了，一只变两只啊！我们前面那只的都还没有对付完，哎呀，这个奇卡啊！别追我啊，你去追大傻！你怎么让他来追我啊？你别追我，去追超理侠！好了，你别叫了，我来救你了，大傻，你赶紧出来！我现在对他放了一个炸弹呢、啊，赶紧的下来！哇，太危险了！咦，超理侠，兔子帮你也来了！不会吧，三只怪物熊啊！那我对不住了啊！你等等等我啊！我现在把我这栋楼呢用炸弹呢全部给他炸毁，大傻，赶紧的走了走了，开车跑！太可怕了吧！这里叫我呢用炸弹的都炸不倒的，走了。超理侠，你不要告诉我你又要躲在后车厢里面啊！是的，放心，这次这辆卡车的车厢呢比较大，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呢摆放许多家具，把这些墙呢都给挡住，这样呢就没事了，只要呢我们不要把这个铁皮啊给它敲掉就没事了。现在不是我们自己敲的，是他敲的，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啊？看来躲在里面呢也不安全啊。超理侠必须下去啊，你现在看一下下去，拿绳子呢把他给绑住啊，别让他过来。好的，我现在拿黄色绳子呢把他给绑住啊，他应该跑不了了，一会儿呢我们直接开车撞他。好的，来吧，撞到弗莱迪。超理侠，这样远远不够啊，我们再拿炸弹的炸他。好的，用炸弹是吧，你稍微让开，免得我误伤到你啊。我直接用我的火箭弹吧，来吧，哇，这一下打到他，他应该是撑不住了。超理侠，可以停下了，可以停下了。哎呀，弗莱迪真的被我们给打倒了。哇，这家伙我是第一次看他直接躺下了，一动不动啊，太棒了。那一会儿呢我们还要对付邦尼跟奇卡。邦尼呢就在前面啊，超理侠，这一轮呢我们要设什么陷阱呢来对付他？直接先把车给丢过去。哎，你还能站起来啊，不错。哎，大大，他的耳朵突然不见了，这是被你丢没了吧？超理侠，你直接拿那个固定器的把它固定住啊，然后呢我拿枪打他。你确定这样有用吗？把它固定住是吧？哎呀，我直接甩直接甩比较快啊，你快点打他。哎呀，你这火力不行啊，我干脆直接把它丢也算了。你把它丢了干嘛？赶紧的让它下来啊，快点快点把它抓下来。下来是吗？那要怎么让它下来啊？把这个树给砍掉让它掉下来。不行不行，放火吧，它最怕火了，快快快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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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算了算了，这样也不行，我还是直接拿炮把它轰下来吧。我差点下掉下来了，抓住它抓住它，跟刚刚一样抓住它。
好的，刚刚可能是我没有丢得很远啊，现在我们要找一个比较高的地方。哎，前面刚好有座厂房，大傻，我们直接到那栋厂房的顶上。已经上来了，你要把它丢到哪里去啊？你要丢的时候呢，我再用火箭弹打它。哎呀，我怎么就丢了？我还没反应过来呢。不要管它，已经被我丢了。还有最后一个奇卡，这个奇卡呢，我已经想到方法对付它了，就是放一艘船，然后把它绑到船上去，一会儿呢，把它拖到海里面去啊！哈哈，我这个想法不错吧？你这想法非常好，我们走吧。对不住了，奇卡。好了，本期的游戏解说呢到此结束啊！我们今天呢终于制服了这三只怪物熊啊！喜欢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，我是超脸侠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